广州。夜晚8点，车水马龙。几十年无止境的基建堆起来的繁华的外表，世界第一的基建规模，人均负债10几万的国家，不远去，天河电脑城，高科技的产品市场，石牌村、城中村，规模巨大的城中村，和广州的其他地方一样，繁荣的夜市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的频道里面，我要实时报道中国，愿意我的脚步和你一起走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，验证广州分布着很多城中村，城中村的存在是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结果。广州是相对文明的城市，所以包括了大量的城中村，为底层的低收入的打工人、送外卖的工薪族提供廉租房，并排走两个人都显得拥挤的巷子，这里有广州最长的城中村的巷子，住着广州最多的外卖员，这是市中心，广州最密集的城中村，一旦发生火灾，那消防车怎么进来，不堪设想。因为巷子窄长，范围庞大，所以这里是广州外卖最多的地方。真正的外卖冠军从这里诞生。不过，要你很熟悉这里的线路。巷子深处藏着中国的身躯，
穿着广州生活的细节。这里有真正的广州，真正的中国。导航到这里会失灵的地方，电动车不能挑头的。不熟悉的人肯定会迷路的地方。和以前我讲的工，和以前我报道的工业区不一样，这里是商业住宅区，提供住宅的。到处是商铺、公寓、旅馆、宾馆和服务性的行业。我都担心我走不到尽头。人民公社大食堂，好酷的名字。和其他工业区不一样，这里是年轻人多，恭喜的都是年轻人，在写字楼上班，在写字楼里面上班的人。医院诊所。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小巷子里面藏着，第一次到这里，你肯定会迷路的。
乾隆时的祠堂，德华潘公子，潘姓家祠。有红灯的地方不一定是红灯区，下雨了，送外卖的风雨先生。很多硕士研究生也加入送外卖的行业，可见就业艰难，失业严重。据说2023年广州市内的流动人口估计2016年的10分之1。你现在可能见的就是人山人海，在你印象上，但是它不及2016年的10分之1。织机网式的电线，通信线路。星罗棋布的密密麻麻的巷子，一旦发生火灾，不堪设想。广州的贫民窟就是这种样子。要是两个大个子并排走过去的，嗯，这样的房子还在维修，脚手架。房东大多移民国外了，留下中介机构在打理。改革开放几十年，富人跑了，留下一地鸡毛，遍地烂尾楼，失业，社会危机。店里都是菜场、超市、百货商店、理发店。饭店、快餐店，店里都是外卖。
几年前这里500块可以租个单间，不知道现在的行情咋样了。最多可以12层高，这也是城中村的房子。下雨了，穿梭不停的外卖员、工薪族在奔波。广州石牌城中村，这里是奋斗者聚集的地方，他们没法躺平，要生存，要还房贷。掌握他们逢源棋牌娱乐场，秋天的雨冷了，那些派送外卖的还不是冒着冷雨在跑路。
小亭小小水塘里面修了亭，修了几个亭角，几个亭台。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文明的生活。我们自由吗？广州去年这个时候还封城呢，一个平方的小档口，几个平方的小档口，真正的民生在这里，在这些黑暗的狭窄的小巷子里面。秋天的雨也比较冷的，那些风雨兼程的跑路的人们，奔波的人们，不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，能活着多么不容易。一边打瞌睡，一边等候着三轮车风。是也卖菜的商店。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有的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我是一个负能量主义，负能量。其实我只是真实的报道中国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也没有故意摸黑我们当代这个社会，我只是如实的向你报道我们的生活。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就是白的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谢谢您在评论区留言，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您的支持就是我们行动的动力，工作不易，谢谢你支持我们。城中村过去都是色情场所，这几年秋风扫落叶般的扫黄行动，过去那些在城中村向你招手的花样年华的少女都不见了，他们转于地下，也于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来回向你招手，也在高楼里面我们的生活自由吗？我们要自由的工作，
也有自由的做爱。抄和被抄是每个人的自由，生而为人，过去石牌村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，现在他们已经转为隐蔽场所了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在我评论区留言，谢谢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。